再来吃一个这个蛇皮果。有点硬啊，这个皮确实挺恐怖的，就像蛇皮晒干了那种感觉。妈，这个好像有点坏了，是不是？有点烂了的样子，尝一尝，看坏没坏。行，它这有一个是有一种什么味道，就是我以前吃过的某种东西的味道，但是我到现在没想起来。不行，这不吃了，再换一个。坏了，哇，这个也坏了。这是咋的了？不想让我吃啊。咋都这样了？我就在外面放了一天。这个应该是好的，温度太高了。现在我这个就在没有放冰箱，就在外面放一天，这个皮儿都干巴了那种感觉，快变成水果干了。